面对事实的真相跟家人的清白，我也会奉陪到底。不管是过去社运的参与，或是说到现在担任民意代表，我的立场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都是选择跟弱势站在一起，都是在对抗强权的侵害。事实上，我这几年在人权、性平、育儿扶助、居住权利，还有消弭青年贫穷的问政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也要告诉这些执意要说谎的不孝人士，我劝你们立即停止无中生有的荒谬剧本，因为我相信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本来就会唾弃这些暴力又恶劣的行为。那面对这个大规模意图去利用假资讯去抹黑的毁灭行动，我绝对不会畏战，我也会为了自己所坚持的理想去战斗。我们的整个飞河家园发展绿电的其结果是设计了一套让民进党的政商关系延伸，这些绿油油们能够赚到爆，核能发电成本大概是1.5块左右。那但是呢，再生能源包含风电的发电成本是7块多，然后太阳能光电大概是4.84块，哈，这个是112年6月底台电最新的资料。可是现在呢，我们加了储能装置之后，一度电竟然高达将近10块钱，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暴利？我们经济部能源局在去年啊，它以储能系统结合太阳光电发电设备哈的一个竞标及容量的一个分配结果。那么这个竞标结果后呢，有7家公司得标，他有特别讲，本期竞标的得标费率是每一度新台币9.59元，是不是非常吓死人呢？难怪哈台电亏损这么大，如果按照这样子的结果走下去，台电真的是倒闭，是马上可以看得到，除非哈是由政府来救，纳税人来救。这七家公司，第一家叫做恩富资本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赖静玲哈，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了，因为他昨天火速的请辞。那么其中有一个得标单位最多的23.3千瓦，叫做智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他的代表人叫做沈尚宏，他的后面的大股东事实上就是一家在南部的老牌的大雅电缆公司。这个大雅电缆公司因为它是台南，所以呢它是被媒体称之为赖清德的老友，他们的兄弟哈都跟赖清德非常非常的熟，包含蔡英文总统呢他也参访过大雅集团，而且赖清德陪着他一起出席。今天在整个发展再生能源的过程里面，里面有这么多的暴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云豹能源，但是里面还有多少是跟民进党他们关系深厚有渊源或者友好的这些绿油友们？我们今天整个的能源政策里面，民进党所谓死守的飞核家园里面，不但为台湾带来的是缺电，还有电价会可能大幅上涨的一个恶果，而更无法接受的是，是让这些政商关系雄厚的人可以在这个政策里面大家能够赚到宝，结果台电亏到爆。在这个政策过程里面，你们到底在保护了谁？你们在保障了谁？为什么有特定的集团它的毛利率可以比我们一般的产业，比传统业，比服务业，比我们甚至有些电子业它的毛利率还要高好几倍？孰令自知？今天看到了，你可以看到每一根根的机桩打在圆盘上，其实就是打在我们台湾最底层农民跟渔民的心上。执政的政府，你听到了吗？你看到了吗？
到目前在北门哦，你讲的伊甸共生哦，我看无一场，无一场有咧起疑啊。逐场咧打广告，我逐日咧伫北门咧出入，逐日啊变有闲，我就是伫这个气温啊啦吼，还是北门所发的这个，我足少离开北门这个土地。甲看起来就对啦，所有伊甸共生啊，下底打广告拢无咧起啊，那是用伊甸共生的名去称作。得做太阳能啊，根本都不咧起啊！严重来讲，政府这个政策，就是去影响咱百姓安居啊，啊甲农业啦。人这土地伫咧起鱼啊，伫咧起虾啊，起粉条啊，你唔是你甲用我一大片，好大家无通去趁食。政府这个政策都影响人的安居农业啊，足大错误。那个哦，画那个大饼，那么大块，一定公升啊，我也好高兴啊。说真的。我很响应政府的一电共生，重点是不是能够实现啊？说真的，这个是在我心里存着一道阴影啊。这渔民没人反对开发电啦，风电也好，太阳能电也好，我们没反对啊，我哪有反对？问题是你超大我的土地啊，这块土地是咱的母亲啊，你倒不是讲的啊。这块土地是台湾人生存的老母呢，但是您有顾到人的生存正义无？完全无。人民甲你定情，哦，你若是有照顾到百姓，若是有照正义咧行，该当会当做的，互您做；该当袂使做，你唔通做了。你唔是你犯啥家入走？会当做，你若要做；袂当做，你若要做。这就是现在的官商勾结，各位可以看看这个机桩，每一根的机桩都是打到岩盘底下，那岩盘底下打破了地下水层，上来以后整个鱼温的养殖水的盐度就改变了，那改变以后，恐怕将来石目鱼的价钱是回不去的，你也再也吃不到很便宜的石目鱼了。你再看看，鱼电共生，这机桩一打，我鱼温里面养的那么一大票的鱼，我请问你，能捕捞吗？所有的石目鱼，所有的养殖。所有的鱼类、虾类养殖成本全面提升，这不是鱼电共生，这就叫做鱼死电生，这就整个我们核能政策、能源政策，你走偏了一个错误的政策，但是你对于后面的再生能源，对于绿能，对于风电，对于太阳能，所有的渔民农民我们问过了，没有一个反对太阳能，可是我连最基本的居住正义，我连最基本的生存都被你剥削了，你还有什么正义可言？他说好啊，没放用一些白虾啊，白虾煮啊，虾煮起来是要红色的呢，现在白虾你若顶头鱼电共生啦，顶头太阳能板砍起来，虾煮起来白色的，我跟你讲，你无烹饪嘛，这是自然的，这是一个美丽的土地啦。这个土地哦，是沙巴鱼的故乡，是买沙巴鱼饲咱台湾人四百年啊。哦，乌面拉贝人有食，鸟啊嘛得爱有食。乌面拉贝对台北飞2000公里来到这，哦，在歇喘。半年的中间，伫只生活咧讨食，嘛是拢即块大地咧甲饲的。结果即马乌云啊，飞数量有咧增加，不过伊的栖息地已经不足。顶头飞落来，规个拢太阳能板，迄目睭拢起烟卵咧。人工乌云啊，飞落来挂目镜，无伊无法度歇伫咱只七股北门客家咧。即马伊已经歇到对家己去啊，南对高雄哦，家庭啊。搁落南落，永安，所以整个的生态在改变。